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现在是晚上8:51，今天跟大家谈谈文天祥，民族英雄文天祥讲的一句话，叫做，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明月此心，然后叫挂一漏万，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小朋友的时候，我们要背成语，那刚好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到，然后呢，我记得内容是这样子，就是说就文天祥在写一个宋词啊，他的意思就是跟皇帝报告，就是说，一样的一颗月亮，你在看那个，你看到那个月亮，我也看到那个月亮了，但是呢，他跟这个皇城哦差了2000公里，同样看一颗月亮，但是呢各自哦心情不同了，难免有些疏失遗漏了。那我的想法就在于，面对台北股市，面对现在的国际金融市场也是一样啊。许多朋友他可能针对市场有各式各样的方式以及预测判断，我觉得都 OK。那关键在于用文天祥这句话跟大家分享，同样在看，大家在看这个商品，那记住哈，难免会有疏漏，所以该怎么办？多算胜，少算不胜，尽可能从任何一个角度方式去做评价。我举个例子，我昨天也又挂一漏万了，昨天我们的标题不是有一个连电吗？就我忘了讲了，我昨天就讲了一个钟头，讲到后面连电都忘了讲，我稍待做补充好了。连电我是看非常乐观的，那面对台股，你说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我觉得好到不行，你说好到不行，真的很好了，只是在于明月此心挂一漏万，就是说看你怎么看，你就是关键在于你怎么面对明天的变化。一种就是说我希望明天直接开盘大涨，一路涨到底。还有一种，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明天最好开盘就重挫，然后呢疯狂式的下跌，那跌到收盘都有各式各样。那我的看法，不管各位哈，你是站在多方，我举例嘛哈。好，来，今天台指期跌353点，12175，那加权指数收在12264。我们原本的看法就是说，它有可能站回12318。我稍待一并做说明哈。如果它回318，那明天很简单。明天呢就开一个小低盘，你也不用管国际股市怎么走。我说如果今天加权指数啦，它收在12318啦，因为不用多啊，其实只要 少跌50点就有了。那它明天台股纵使今晚美股暴跌哦，它只会小跌，然后接下来呢会上涨。可是相对的下个礼拜纵使它明天上涨哦，下个礼拜那个涨幅就会很小。但是我的立场，我比较希望，那既然如此，你干脆就跌重一点。你跌重一点，那再来哦。明天跟下个礼拜就会出现报复性的大涨，所以不同在于你怎么看，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市场。好，我们来看台指期哦，现在跌了114点，跌幅比台道琼期还重，台道琼期也才跌100点 ，OK 吧？那理论上你问我怎么看，这里当然是正向乐观啦，因为12138，我不是讲台指期啦，因为台指期会先反应嘛，那加上现在我们讲逆价差，就是说期指啊，金融市场如果对未来看跌，那期货市场会怎么样？会低于现货就加权指数，它的报价，举例我们来看加权今天是不是收12264，我们先讲不讲夜盘哦。台指期今天收12175嘛，所以它低于多少？是不是低于加权？110点，没有错吧？那逆价差110点嘛。那么你说明天我的看法12138嘛？那12138你就12现在多少7074，你加给18点嘛？12171嘛？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讲，那还要跌多少再跌40啊？个螺丝涨。过了四站呢，我认为那就是天大的买点了。你说是吗？是啊，不然要跌多少？不是、啊，你挂一漏万，大家一样在看台指期，大家一样看。我举例
我们先看国际股市。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在看同一个商品哦。嗯、好，现在呢 ，SP 五百跌 0.79 跌幅、嗯，道琼电子盘，这都电子盘哦，跌 0.67 纳斯达克因为跌的比较重，纳斯达克电子盘跌 1.38 稍待九点半过后，那台股就台指期夜盘就会不会贴着它了，它会贴道琼了。现在就三点到晚上的九点半，它主要是以纳斯达克为主。那紧接而来呢，只要美股道琼一开盘，它又拉回道琼。那长期以来，大部分都是这个架构啦。那你说，那明天到底包括国际股市啊，包括国际股市哦，甚至于我们从一个一个来讲好了，我怕我忘了哈，我们今天先从这里讲好不好？来。这个部分呢，我会在下个礼拜二哦，我会找李老师，那我会做一个法人报告，把最近近期哦，就这礼拜五跟下个礼拜一啊、哦，最近这两天法人针对台股的一些评估报告，然后我会在礼拜二做一个直播，就有一个节目单元啊。那各位请看、啊、我会顺便讲这个模式哦，这个蛮有意思的、哦。这种你说这个一个帽梯啊，对不对？还一只熊呢，对呀、啊，当然要一只熊啊，那不会是一只牛啊？你说为什么这个帽梯是一只熊？好，我们来看这件衣服好吗？哈，好，这边叫左肩嘛。如果我们看着它哈、哦，面向它来看哈、哦，这是左边嘛哈、哦，左侧这个叫左肩，对不对？那这个呢，这叫头部。这叫头部啊，这应该没有问题哦。那如果是帽T的话，它头部就特别大嘛。那如假设是衬衫，那头部就会比较小嘛，因为它是个帽T，所以它头部比较大。好，这里叫右肩。那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做一个完整的形态，很重要哈、哦。在形态的里面哈、哦、的立场里面，当一个形态完成，你看它是小形态、中形态还是大形态哦？那接下来呢？一个形态完成之后，它会出现等幅哦，它会出现等幅的模式啦。所以，一旦你看到有一个完整的形态，几乎完成，几乎哦，那你就做好准备了。OK 哈、哦，像这个我们叫做标准的空方架构，那这个空方呢，我们叫做头肩顶，这是头肩顶。我举个例子哈、哦，我不是要唱衰你的股票啦。但是呢，我觉得，来各位请看哦，这个是不是叫兆丰金控？我制图这一天哈、哦、是9月16号，高尾折啦，这刚是高尾折啦，这刚哈、哦，来各位请看这三个点，这是什么？另外这是什么？对呀、啊，你再看回来再看这个是什么？这是不是一个完整形态？左肩、头部、右肩嘛？好，你再看兆丰金控。哎，怪兆丰金了，错了。左肩、头部、右肩，你说那你说它还要大跌？不是，就是它明天是关键。我今天才跟现在，我才今天跟你讲兆丰金。这不赶快哦，左肩、头部、右肩，这是不是一个头肩顶？那这个呢？左肩、头部、右肩，这个也是个头肩顶啊。所以，来再看一次，左肩、头部、右肩嘛，这个叫小的头肩顶。这里左肩、头部、右肩，这个叫大的头肩顶。一个小的头肩顶被一个大的头肩顶包覆，我跟你说那就是完蛋了，你知道吗？那个还要没有关系啊，你说我已经买兆丰金控买了半年一年了，没关系，我肖永明，我今天告诉你，就是我都解药帮你准备好了，卖还肉好吗？但是这个你可以当做未来你在金融市场不管在投资操作，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你应该要会的。好，这个叫
头肩顶。那因为它这个时间比较短，大约一个月，对不对？好，这是一个月。那这个呢？两个半月。这个头肩顶的形成的时间就高诶。这个头肩顶呢，横跨了快三个月，快三个月哦，快一季哦。当一个大的头肩顶，并且包覆一个小的头肩顶，说实在话哈，你实在没再进场了。你说我定期定额啊，你不能忍一下吗？不是，我的立场是啊，没再进解吗？我们讲取巧，其实取巧跟投机，如果不影响整个我们所要进行的事物，也没有偷工减料，偶尔投机转个弯，不见得是坏事啦。那讲投机大家就不想听了，讲取巧你就听得了，对不对？一样是中文，只是用法用词的不同，含义不是 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吗？一旦出现这种结构，举例，我六月要定期定额买造风金，我七月要定期定额，八月要定期定额，我可不可以等到九月底再来定期定额？我可以假设我一个月都买一张造风金控啦，那当我在七八月的时候，尤其是八月哦，底下我是不是知道说我暂时卖不，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一张省下来，在下个月或下下个月同时把这个省下来的张数在九月跟十月再进场，可以啊。所以当然你也可以最简单，我固定每个月买，这也是个方式啊。但是既然你有在刚好有机会看到我们这个单元，那我就尽可能跟各位做报告好不好，就是挂一漏万。当你对金融市场，我们都想用一个所谓躺赢，就我躺着就可以赢这种方式，什么事都不用做，我躺着就赢也可以，不是不行。可是呢，我认为不应该寻求躺着赢。当你躺着赢，那你要小心这个躺着赢的策略里面是不是同样的充满了多重各式各样的风险。那与其躺着赢，不如我们尽可能多算胜少算不胜。所以会怎么样？它会到这里这条，你看这一条，对，当一个完整形态完成，这是头肩顶哦，三角形形态也一样哦。我们在之前讲的楔形嘛，好，完成之后就这一条，你说它今天跌破，我不管它今天有没有破，它明天造风金一定要涨，在没？造风金明天只要不涨，它就是要跌到起涨点了，就这样子，没有为什么。来，它这里守不守？我不管你明天台北股市跌600点，它造风金都要涨。我想跟你讲是明仔载，它这个点不来守这个点，我跟你讲，伊就是爱登来起涨点了。那你要定期定额就不要急，你就等，那等九月十月再来了。你可不可以把九月份的挪到下个月？本来这个月要买一张，你可不可以把这一张留到下个月一次买两张？一样是定额，一样是定额啊，但是不定期啊。你可以转个弯嘛，好，这叫造风金控，这是标准的复合式头肩顶。复合式头肩顶，记住哈，一旦完成之后，是不是在这里完成了？30块，我这个有全息还原啊。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除息？这里有个除息嘛，在这里八月出家，我把除息拉回去嘛，因为除息它现金已经给你了，你已经让这现金提起你口袋里面了嘛，你把自己的小部分钱自己拿回来嘛，就这个息子嘛，没有错吧？好，我把息子还原之后，现在是谁就安呢？所以一这个点没够，我跟你讲，它就是要打回到原形的啦，就 24.5 了。好，所以整体上这个叫头肩顶。好，再简单讲一个形态，我们之前不提到来，各位请看，这是什么？这个看价钱也知道，这个叫黄金啊，金价，对不对？每盎司报价。好，请问你这叫什么？这个
这是什么形态？这是什么形态？这是叫做收敛三角形。一个叫上升三角形，上升三角形就是上面是横的，下面是往上走，这种走到尾端，上升三角形会大涨。下降三角形呢，上面是横的，上面是斜的，底下是横的，就是高点越来越低，然后形成一个下降三角形。那终点收敛到尾巴会大跌，到尾巴是大跌。好，这个不是，这不是上升，也不是下降，这是等边嘛，对不对？等边两边在做收敛嘛，收敛三角形，收到尾巴就是对决，也就是说，在这个对决之前，唔知阿被 keep 了，所以很，你如果看一些网红告诉你，哇，2000块一下扫底，黄金大买，哇，你都包起来，你真的包起来，你包起来了啦，他一定会到这里啦，那这里守不住就再见了啦。我是很认真跟你讲，这里叫1750，你随便想也知道，就是到这里守不住，哎，都再见了。就破1000了啊！你等着看，这个黄金现在大家是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了，为什么？好，我们来看这里，我就不要讲那个了。我们先看美股 ，OK？ 各位请看哦，现在是9:08，在22分钟之后，这个不是道琼电子盘哦。因为那个没有意义不大啦，我跟你讲，你如果觉得很重要，那你就看吧。这个道琼这类网，这个没有意义啦。你说没有意义，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我跟你讲几百，这类零分。你看它呢，只是现在即使在它开盘前涨涨跌跌，影响你的心情。关键这个几乎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一波作用哈，一波作用它没有。因为等一下稍待道琼开盘的全部打回原形，安尼 OK 不？所以呢，比较重要就在于道琼工业指数，所以你要面对道琼，就是稍待在21分钟之后要开盘的道琼指数。各位请看，这是昨天晚上，就今天凌晨你起床看到，哇，道琼落五百点，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台股今天就跌了300点啊，对不对？五百点也不多啊。好，它来到26763点，那主要是跌幅 1.92%。好，那下方叫做交易量，照着交易量就不用乱猜。我提醒你，这是最简易又不花钱。然后呢，你看任何的财经媒体节目，看了很多分析师的看法，有乐观的，有保守的，有整理待变的，我觉得 OK， 不管他讲的好讲的不好，讲的对或错，你莫受气，你莫干咩。我讲真的啦，每一个人都很认真准备他的资料跟各位做报告嘛。那我们在看完之后，纵使他错了，我们事后知道他讲错了，我们要去检讨为什么他这个方式是不对的。他讲对了，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估得出来。我感觉应该是这样，而不是躺赢，我躺着看，我就想要大赢，不是这样啦。我们要去了解到为什么善败者终胜。所谓的善败者，一个成功的失败者，他会去检讨每一次的错误。你自然而然，我检讨了25年，我发现最简易的也能保护每一位朋友的，就这个了，没有比他更简单的。也不用什么平均线，什么都不用，你就一个成交量，那就天下无敌，这简单到一个不行，不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看，来，这是不是个头肩顶？来，我们刚刚讲的头肩顶嘛，好，来，这是不是头肩顶？这左肩嘛，这头部嘛，这右肩嘛，对不对？你说哇，完蛋，死去啊，不会啦，这个形态已经完成一个头肩顶嘛，这是小头肩顶。他要大在复合式拍摄，这里最少要在3个月嘛，他也才有机会变成这里是左肩，这是个大头部，这里再做一个右肩逃命嘛。你慢慢看这张图，慢慢想哦。
这是个头肩顶，加起左边的肩膀，加头部，加右肩。好，我要像兆丰金控一样形成一个复合式的头肩顶哦，复合式哦，就是说一个小头肩顶再覆盖一个更大的头肩顶，对不对？对，好，所以这里确定是个左肩呐、啊，对不对？啊，头部就这三个顶了、啊，这里就是大头部嘛，加起左肩这个大帽梯嘛，那你这边是不是要再做一个右肩逃命？就这里下来要再做一个逃命上来嘛，才会形成右肩啊。你说小米，他直接下来呢，很好扣两个台气。你说直接下来变成一个高点，两个高点变 M 头，欧北共，这怎么会是 M 头？你说左边一个高点，右边一个高点，这叫 M 头？乱讲。M 头对，两个高点形成一个麦当劳的 M， 对不对？可是这个 M 的关键在于左边要高于右边。你如果是两个高点的，左边这个要高于右边，这才是标准的 M 头。右边高于左边，这不叫 M 头啦，乱供，这叫不成形，就是还不知道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形态，它只是一个形态，没有办法判定这个叫 M 头，因为它只要回档再反转，它会变成 W 底耶。它 M 头做 M 不成，会形成 W 底，所以这不是 M 头，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是 M 头？乱供。好，这里。因为这里有个高点，这里有个大高点，你要形成头肩顶或者是 M 头，这里有一定要有一个反转，然后再做逃命再下来，那才会形成。所以现阶段只有一个小的头肩顶，小的头肩顶代表压力已经有了，但是没有那么重，不会像兆丰金控那么重。好，所以我们来看哦，那你说那怎么看？就这样子看呢、啊？来看这里，我不是讲最高点的哈，不是讲这个。头部的最高点或肩右肩的最高点是这两个最大交易量的位置，分别在我现在滑鼠点的这里，这里就最高点下来，这里叫做28133，然后这个交易量发生在这里27657，这里是不是两个点？也就是说，道琼工业指数在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连续爆出两个交易量。目前的价格是不是在这两个交易量的下缘？那他告诉你什么？这两个交易量你进场的是不是都套牢？你都套牢啊嘛？这怎么会？这边一定套，然后这里叫高，这里叫低嘛？那这里是不是高档连续爆两次大量，通通被套住了？对，那怎么办？那就完蛋了，对不对？不会，好到不行，明月此心挂一漏万。你看到他完蛋了，你为什么不反个角度来想？那我们是不是要找出接下来要暴涨的点位？因为跌得越重，上冲的力道更强。我告诉你哦，今晚哦，美股这样要死不活哦，啊，中场道琼哦，明天早上起来哇，起三十点，落二十点，那简直是吐血，你知不知道？你就没得做。一种是你干脆今晚就暴涨，你说那个几率几乎没有，好，那就狂跌啊，那狂跌也不错啊，狂跌明天晚上它疯狂式的上扬啊，你信不信？那关键在今天要大跌啊，你今天不跌，它明天怎么涨？这是过去六个月，你看到这里形成一个头肩顶，并且头部跟右肩完蛋了，是不是带量？对不对？好。那我们把时间再拉长，你就会跟我看到一样的东西。最好美股今天跌2000点，那有本事跌个1000、2000，然后你就进场，然后你准备明天狂赚，就这么简单。你把它拉长，你把时间拉长，这是六个月。我现在把它拉长，这是今年，懵对吧？这变九个月了嘛？刚刚是六个月，现在你眼睛看到变九个月，这一看，这不是要找买点，那是找空点吗？你们帮帮忙，为什么是找买点？你这样我就把它缩小、哦，再回去，我给等起哈。好，这是六个月，六个月是不是从这里涨上来的？这里，你现在眼睛看到这里两个爆量在这里，对不对？那我把时间拉长，这当然是买进啊，变买进。那、啊、你看这里啊，你看这里，这里。
加，他们从这个点哇崩盘，有没有？台个加，台北股市杀到多少？8523啊。台股这一波下来跟着跌，跌到多少？8523啊。然后从8523涨到13031啊。OK， 然后呢？明天最好赶快来12138，你就全力进场啊！这个就是这样子，不然你怎么赢？我看到的都是要怎么赢，而不是啊，今晚洗被安装不对。明月此心挂一漏万，一记的崩下来，你有没有看这里带这个量？纵使这里在这两个高点有带量，问题是这两个交易量根本不足以取代低档进场的量能。所以代表下面，这是一个多头推升过程里面做一个主要的修正，它只是个修正，一起主要修正哦，一起小修正哦，这一波下来是主修正，可是这个修正怎么样？你就等它，你就在这里等它就对了，你怕什么？就来啊，周立来啊，你就是不好好去说，我认为有些朋友就是。这边听一听，这边听一听，然后最后骂这个骂 A 案，骂 B 骂 C， 不对的。不管任何网红分析人员他的看法，我们原本就不期待他都对，所以他错了，我们可以接受哦，他难免会犯错，是人嘛，对不对？又不是神。重点关键，我们要的是，不管他对跟错，我们自己要能够检讨。那你要怎么看？好，我看就这么简单，这已经简单到不行了。因为这是一个多头，也就是说，崩跌今年三月三到三月四月崩盘了，崩跌嘛，崩跌下来之后，暴风公司的巨量承接嘛，他买在这里，他不可能这样子出得晚，不可能，所以这等来到这里会大涨，这里叫2587，这个结构跟今天的台北股市一模一样。哦，你现在做笔记，道琼25871 ，OK， 好，再来，我们看台股，台股我在中午八分钟看台股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今天不跟各位报告吗？好，这里12138，好，我们来看哦，这是加权指数，那个时候还跌267嘛，对不对？那收盘跌了超过300点嘛。好，所以来看，好来，这一条叫12138，这条，好，你用这条，对啊，等它来啊，就好像是这个点啊，你在这附近买进，你是输还是赢？你是不是已经翻掉了？你不在等这一个不等等这个掉下来吗？你不要再听那个什么，我跟你讲哈，很多论点你所听到的，你都认为是对的，金龟玉律，我告诉你根本欧北共，很多人告诉你。不要接天上掉下来的刀子，对不对？那你一听，哎，对啊，有道理啊。这句话叫口号，叫乱哦，别讲。好，那告诉你哦，这里跌下来，你在这里买，金刚妹，昨天买，今天大跌，所以你接个刀子，神经病啊！这里，你怎么有人会去接天上掉下来的刀子？那刀子停在地上，为什么不捡起来？在于。你是不是已经知道它已经掉到地上了 ？OK， 不要去说只要再跌，你要去规划它，然后呢，不要去预期它一定会来，但是不预期它一定会来，就是我不猜这个12138一定会到，但相对的哦，如果你真的到了呢，那我就做动作了，就这样子吧。这一条叫583。12583，我们昨天提到，那我就不再讲了，583就是这个最低点到这个最高点，这个最低到最高，它要守583，守不住代表这一段进场的都套牢，我们对啊，今天这个跳空那就不要指望了，这里就全套了，全部都套了，没救了，没救了怎么办？只能靠12138来救你了啊，对，刚用扣12138给你救了啦，这12138没救，我们就解散了啦，你说哈，真的、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啦、啊、12138再怎么烂，再如何不济，你知道吗？你说它万一跌破呢，还是买，接近它呢，也是买，因为这是叫
最主要的关键点，它不是一般的波动关键点，它是整个大波段的关键点。所以当它第一次它敢真的来，你卖功啊，你就是乐观。好，所以来看，好，这样大家比较容易看清楚啊。来，第一个，这一次呢，由11244是不是冲到历史最高点13031？冲到历史这个13031之后，回撤最低来到12144。啊，上一次离138只有6点，没有到，很接近，气死人了，对不对？好，我觉得明天又来一次机会，有什么不好？更好。所以文天祥跟我们讲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告诉我们，我们明月此心挂一漏万，从12144来到次高点13021，就蹦蹦蹦蹦蹦，就疯狂似的掉下来。那今天呢，我们原本我的看法，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来318，那我制图的时候在316，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守318，那很有机会。如果守318，那代表今天礼拜四嘛，那礼拜五他会反弹，可是这个反弹的弧度你要小心，反弹后会破底，也破底哦。就是纵使明天台北他今天加权指数收12318321都 OK， 那明仔拜五台北股市起，你今天美国崩盘，明仔台北股市也是起，但是呢他会反弹，反弹后会破底，下个礼拜一会破底，会来破12138。那既然这样子，你干脆直接来好了 ，OK。所以我的看法，那你干脆直接来还比较好。好，那今天没有收13831，今天是不是收264？对不对？啊，你有蛋呀？你讲什么？这绝对大赢的。这个上次哦，144，这一次我也当时我们也是算138啦，八月份的时候。这个绝对都有，我做25年了。明仔往下再跌，往下再跌265，也不用多啊，跌130点就到了。嗯哼，那台子期刚刚已经跌了快130点了，夜盘啊，你看嘛，它跌到12050嘛，而且嘛，这是78呢，78减28点，暗时就83点。啊，如果83点，12264跟83不就到了？他已经到啦，他刚刚050这里就到啦，这不是天大的买点是什么点？这个你要算，你也省，你为什么不算呢？你们都那么聪明，我请教你啊，这12264要跌到12138，是不是明天要跌138点？对不对？那台指期会怎么样？会领先发现啊，所以呢？你把它扣一百，你把它抓，你就把它扣，你这里跌到12138，是不是还要跌130？哎，你把它扣掉130，不是到12050？怎么会算不出来？哪有那个算不出来的？那我扣脸，因为你过去你没有去算，你当然说算不出来。你算啊，你会发现它永远每天都这么走，不是只有今天，那还做不赢，我想不知道要怎么。好，我们刚刚讲到，你再看看一档股票，我赶快讲联电，不然我又忘记讲联电了。我们连续买了3天联电，哈，对啊，我们光这个礼拜哦，联电连续买3天，每天买。你说啊，为什么买天买？因为我认为要暴涨啊，那为什么不买？难道我去买一档我认为会跌的股票吗？那为什么要买啊？你再看一次。你又要看帽T的，对，这个叫啊，你叫我去买个头肩顶的吗？不是啦，这个叫头肩顶嘛，它是一个空方的完整形态嘛。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多方的完整形态是头肩底的呢？啊，我们看哦，这是联电到今天哦收盘25.95，没有错吧？联电。今天9月24日收盘价25.95嘛，啊，这是60分钟的 K 棒，连电的 K 棒嘛。那我们连续买了3天嘛，人爽被啥刚嘛，几礼拜哦，4个交易日，3个交易日进场买进嘛，没有错吧？好，
你搞光，这叫什么形态？不是，你先慢慢看一次哈、哦。这是高，这里是低，这是高，这里是低，这是高，猛对吧？啊，所以我把它连起来，是不是一二三四？我没有要跟你说算波浪，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这样子走？然后这里叫做左边的底部，这个叫做主要的底部，这个叫右侧的底部。一二三，一二三，这里进场的往下洗盘，这里进场的拉上去又往下洗盘，现在在这里三个底部成型啊，这不是标准的，刚好头肩顶的反向啊，这个股票没去，我先告你啊，中芯半导体会跟中芯半导体下单的企业会下给台积电吗？那新闻的软下，你知道吗？那个你根本连你看到一个新闻中芯半导体，那可能应该会被制裁，恐怕会被制裁，所以呢要转单到台积电，转单到联电，怎么会转单到台积电？他有凭什么转到台积电？他可以转到台积电，他就不会在中芯半导体下单了啦。中芯半导体是几寸晶圆啊？我问你啊，几纳米？五纳米？哦，别讲，那我扣两28纳米，八寸晶圆。啊，你不找联电转单，不转给联电，转给台积电，你嘛想想这样吧？那个记者，你真的，我觉得他别有用心，你知道吗？你想也知道，绝对是联电。啊，你要看嘛，这也是难怪，过去这两个礼拜以来，他打出这么漂亮的底部嘛，你就看吧。我没有推荐你买哦，我再讲一遍哦。会员我推荐你进场，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带你出场，就这样子。那网络上的好朋友，我怎么做我讲过了，我揭露每一笔，我跟你报告，但是你不要跟着做，你做了错了你就骂我，对不？所以我求求你，你就当做参考、哦、这个叫2303的联电。再看一档股票，有个会员问我大力光，我说大力光这里要做买进了啊，他说大力光要做买进了，对啊，你看啊，看上跟下，上图是不是大力光？上图，那这一次呢，从3690一路跌嘛，跌到今天来到3425嘛，就最低点嘛，最低点3420嘛，问对吧？这怎么看也知道要涨了，这个要涨了，对啊，哦、跟各位报告、哦、大力光哦。一种叫投资，一种叫操作，两个模型不同。大力光标准，它的本益比中间轴大约落在 15.5 倍，就是你从大力光挂牌上市那天开始看，看到今天，就是说大力光第一天在台北股市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第一天，一直到现在、哦、它的平均本益比中间轴在15点，应该算15.7啦。如果很精算的话，也就是说，它如果有机会回落到15.7以内，都是证券投资的买点。可是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我们对吧？一张爱300几万，对不？340万，进嘛啦？啊，进前要进前360万，所以有些朋友说、啊、我只有288万，啊，你就无法都被大力光，没有要你买，我是举个范本。我没有推荐你去买卖大力光，那我举它当一个范本，因为它是算是重要的指标。好，什么时候开始涨？只要 iPhone 12，你只要看到新闻 iPhone 12开始看到那一天，我来讲，它就开始去了。你说真的吗？真的、啊，我还跟你开玩笑嘞。就是你眼睛看到 iPhone 12新闻那个不算哦，你自己亲眼睛在电视上，还是你看到一只 iPhone 12的手机、啊、你就知道它要暴涨了、啊、就这样子、哦、不用跟你讲那么多。好，我们先看上面，所以会员、哦、这个是不是 GWA？ 你看上面， 你先看这个、哦、来，你自己把你的电脑打开，把它点出来，这个叫 GWA。 GWA 怎么看、哦、我现在慢慢讲，这里是不是绿色的？
你先不要看字，你不要管这个中文字，你先看这条线，这是绿色的，这个是红色的，然后这个是绿色一直到现在，对不对？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个空方，空方，红色代表它走多，绿色它告诉你我是走空的，这个是它整个关键的趋势线。然后呢，多它只要跳一个红色的多，代表你要买进，跳一个空就是卖出，继续卖，继续卖。你看别的股票也是一样，而且继续卖。你说可是现在呢？现在在我接下来它准备要转多了，准备的。你说真的吗？难道会错？我可能会错吗？怎么可能？你自己看这里，自己用眼睛看，看下面，看下面这张图。这个上面不要看了，你可不可以只看下面？上面把它用把它贴住卖款啊，你卖款，你看下面的话，好来，这里，然后往上看，哎，这里是最高，这里9月15往上看啊，3690，好，再来9月15这里往上看3690 ，OK， 好，这里往右边走过来，走，一直走。走啊！来60分，下面这里写多少？这你写一百，不是，这是写三个数字100，一百呢？一百3690，大力光预估调升评价来到5500块，目标价对不对？啊，你讲啊，5500块一张，还够用赚哇？5500块一张，够用赚2000块，买进，嘣就下跌。会很容易受伤啊！那这里呢？这里180、50、20，加起零，加起零，起码是零。3420这里是零，3690是100。它这里一反转就起涨了啦！安尼听有没？好，大力光好回来。我看看我有没有挂一漏万，什么没跟你讲的。好，再来哈，会员哈，来会员要看哦。今天是9月24号，这是 PSY， 因为我在中午8分钟看台股讲一遍，有讲过一遍哈。啊，有些会员朋友你没有听到的，我们现在再把今天的操作再重新报告一次，这是9月24号，从凌晨开始，凌晨哦，凌晨，哇，你看下面哦，这是3点，就是今仔日的凌晨3点，这是高点，高点在个哈，这高点在个是今天早上的9点，这是从凌晨以来一直到我制图来到11点嘛，那就跌到从12460跌到12195嘛，应该没有问题的哈，好来。这里有没有三次的负五十？有，可是这三次负五十，它有没有回到零轴？没有。你问我啊，那不是连输3笔，善战者不败。我两次败好你听啊，善战者不败，我一笔都不会输。各位会员，这个我也带你做了，你也不可能输。我都有发简讯给你，今天就做这两笔，一笔12336多单进场 ，OK。第二笔12209多单进场，没对吧？好，我在351画一条线，我在12224画一条线，什么意思？这里是12400。我在12415画一条线，意思赶快，因为这个是凌晨三点嘛，所以凌晨三点我没办法画简讯带你走嘛。这个是早上9点到10点，10点半嘛，所以这两笔我有发简讯带你做嘛。我这样讲的是每一笔交易哦，没有多一笔，没有少一笔哦。好，12400你买进，它当然会涨啊，它涨到12440，请问有没有到零走？没有到零走啊。它是不是由12440往下掉？那我们不讲吗？我们的容忍点一律设15点，不是停利哦。停利是我到了
这个点我获利平仓，这叫停利，它不是停利，我们的停利是零轴，但是我们要设一个容忍点，为什么？因为善败者终胜，我们过去检讨每一笔交易，我们在追求全胜的操作，我直接告诉你，我一笔都不愿意输啦，我管你台北股市怎么走，我觉得今天就是最好的范本。你说啊，因为今天崩跌啊，今天台北股市崩跌啊，在崩跌的过程里面，我们利用 PSI 操作，通通还是做多，大棋子在崩跌，我们做多可以全胜不败。我请问你，你未来怎么有可能会输？你百战百胜，我直接跟你讲，我求求你照着 PSI 做。你已经是我的会员了，我不管你有申办电脑版还是用手机的，我也提供你这些工具，对不对？我求求你照着做，你怎么输嘛？你没有输的机会，你知道没？做多呢，我跟我们讲不是讲半空呢，你这个趋势照着 GWA， 你今天你是赚到翻了，你知道吗？12400、12440没有到零轴，我能容忍的在我店，你千万不要来415，你只要来415，我们就解散，不跟他玩了。好，我请问你，他是有没有来415？有，那就走了。我不是被人家在我店，我是不愿意输，我一笔都不愿意输。你今天参加我，我本来就应该帮各位亲爱的会员追求完美的操作。不是这样子吗？好，这一笔是不是12336多单进场，然后负50它就涨嘛，对不对？好，又给你，哎，你不要看呢，这拉到12390呢，这又560点呢，你进场之后这拉了50-60点呢，是不是又往下打？这380嘛，这里360嘛，这336啊，冲过380，这不385到390。啊，不是50-60点，但是因为还没有到零走，所以没有走。但是我们要设我们的容忍点，我们的最坏状况你就不要来，你来351我就解散，对不对？好，我也提醒你啊，这里就走了。这里 PSI 又负50 209多单进场，从209进场后涨到这里260呢，12260呢，涨到12260，安尼丢无50点吗？因为它是负50，一点会起啊。好，往下打，拍死你不要来碰224，你碰到224我就解散，我算我惊你，对不对？啊，我请问你，怎么会输？为什么不会输？善败者终胜。我们过去我们揭露每一笔，所以我们会检讨我们的每一笔操作。因为它是一个成熟型的软体 ，PSI 已经是一个很成熟。我们实际操作2年，快满9个月了。我们过去遇到的任何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操作策略是最完整的。也就是说，我进场之后，不管是多单空单，我的容忍点位我25点，你不要来碰我这个15点。你不碰我这个15点，我的多单或空单就续报。你来碰这个15点，我们就走。我请问你，这叫善战者不败 ，OK？ 好、哦，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你根本只要看到就进场，你管一下子，我勒拎了，真讨厌！你看，又40点起来了，092来了，实在是输人生气，你知影没？好，来怎么做？这边。你是不是应该买在这里？这一笔啦，125或126啦，随便啦，这里啊，126加15点，加15点，15点，12141在这，你不要来碰141哦，碰141你就走了，对不对？这笔来输不？你哪有可能输？我讲过了，百战百胜。怎么输？这边12065给15点，你现在加15点，12080，你不来零八零，零八零底下，
你卖来，你多投，你就一直多投，你这支多单一直敢摸摸到零轴以上。资深会员搭配 SPSY 做 ，OK。新会员零轴走，万一他等一下回来080，你就解散；不回来080，这个多单继续爆，给他爆到零轴，百战百胜。那我扣零输，不不法多输，我求求你，这怎么去输？PSY 是没拿输，我们就只有一个 PSY 哎，没有第二个哎、嗯，你就照着做。第一个，纵使这种方式发生，就是幅度缩窄，我没有要你去赢这15点，可是最起码，最起码我的立场是，我不能输，我一笔都不能输，我输只挂输10点就好啊，十个回来，一个人输10点。都输100点，100个会员都输1000点。咱扣甘只几百，咱有几百个会员。我请问各位，那还得了？对不对？所以我一点都不能输啦。你不要把我比一般的业者啦，因为较高级的，我较低级的。但是我怎么做？我跟各位做简报，那你就照着每一笔来。早上的8:45到1:45，我都发简讯带你做。我讲的都是每一笔我有发给你的。做错我也跟你报告，那做对我也会跟你做说明，好不好？那就乐观面对。我现在想生气的就是，我怕他明天不会来12138，你知道没？真的啊！你看，什么底价？25265996嘛，对不对？好，赶快看我们刚刚讲的，你要比对啊。我先跟你讲，还没搞哦，还没搞哦。它真正的是在这里25871啊，它还没到哦。我没有什么看法，我只是跟你做简报，你就照着做。台北股市接下来，我直接告诉你，因为它已经修正跟国际股市回到同一个位阶了，本来是比较强嘛，那现在回来修正嘛，好，修正完之后。如果有机会，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到，因为现在看这个行又不到了，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存到台指期夜盘只剩跌70点啊，很讨厌啊、如果它是可以跌掉大概130，那加权指数明天有机会看到12138，那做多。可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会不知道它会不会来，我只能告诉你来了要做多。OK 哈、哦，感谢大家，也祝福所有朋友身体健康，操作顺利。也欢迎你可以跟着我们 PSY 操作、可以询问我的服务人员，谢谢你，拜拜。